胡佳琪，你好慢哦。看外面，何雨萱是大天才。再讲一次，何雨萱是大天才。下来啦。先说，又在不开心什么？要喝约大白痴，就这样。不是啊，我就跟他讲过很多遍，我就不喜欢粉红色的东西，他一直买粉红色的东西给我，讲都讲不听，真的很讨厌。反正啊，等我去台北之后，我就再也不用看到他了。嘿，等，你哦，就不要想他。你才想他啦，恶烂。那新画的，嗯，那也是啊，这是你，那个是我，那三个毛毁耶。我看，我看，好丑哦。他就很丑啊。那他想你嘞？不可能。咱也是有一个俘虏的，大家拢想要甲伊拼，等下奖品带回家吼，就先让这位无人赢过王牌，咱从来毋捌输过的选手。就送给你，很灵哦。没有关系，上一个。上什么？又吵架吼。哪个？刚刚听过了、啊。静态啦，看到他的样子，像在紧张吗？好了，走吧。等一下哦。好。OK。最后。
嗯。好了啦，先回去啦。你烦呢、欸？就怕，太扯了啦。哎、欸，妹，海璇，鬼人搞结西面，怎么丢？不懂在那边乱讲，白痴。你哦、喔，你就是去跟他妈佚佗啦，叫你妈来，你搁来。又来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要帮你。啊，反正你又不要来顾了啦。为什么？书都读不好，搁讲要台北，你喊命哦。我就要来啊！我叫你别来就是别来啦。为什么？是你讲不听咧。要你管啊？对，就是要我管啦。我不管你要不什么管？真讨厌！回去啦！不要弄！好了，你等。不要闹啊！你回去啦！你跟佳琪先等你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要帮我顾摊吗？嗯。晚上自己留下 OK 吧？可以。要不要陪你？不要。确定？真的。你在吵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们今天要换座位了，要考指考，同学先站起来。怎么这么多人要考指考啊？蓝婉欣、萧杰，你们两个坐到这边来。郑方问你到这边来，第一排。苏品轩，你跟那个陈正阳两个人就分开坐，不要再讲话。你们两个到第一排来。何宇轩，你过来坐中间。吴佳琪，
安。我佳琪。你模拟考考几分啊？我考100分哦。骗人。真的啊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真的。嗯。我真的很努力在读书哦。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台北了。谢谢，下次再来哦。谢谢谢谢。雨轩。放下。何雨轩，让佳琪该叫，我敢应。公下面很久没来，很想人家。二炫，你在干嘛啦？你在干嘛？
你来干嘛？跟我回家。不要。你哥一直在找你。你到底在干嘛啦？你可以走了。跟我回家。跟我回家。你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赶快下来啊！我先下去了。